原本一定要伫咧5月20号举办一段拿市集活动，虽然因为落雨延期，大拿店长徐友江伫咧该期了后，决定要来办一场更加盛大的夏日派对。除了原有伫咧在地农产品的展示、好物市集和免费市集，搁再结合着大拿各种艺才班，搁有社团成果发表会来增加着成果店活动，活络地方，嘛来展现着大拿特色。三号伫咧运动公园留在顶场。江西馆长翁章良亲自到场参加和乡亲动作。大拿店愈来愈热闹，馆长翁章良大力在娱乐，一个乡镇爱活力，就爱多多举办活动，带动地方活力。感谢徐友江镇长就任了后，就积极举办诸多的活动，让大拿更加热闹。在这间公所特别交好好结合。结合彼此的资源，还有能量，创造在大拿镇欢乐的日子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祝大拿镇打造为万城上欢乐的城市。大拿越来越老练、我想一个乡镇、主要要多办一些活动，让大家、可以利用假日，那出来散散心。那一个乡镇、要有活力，那我们就希望。我们有一些活动可以来带动地方的活力。那大林镇徐友江镇长，那上任以后大概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，那让大林更热闹哈。那嘛好，大拿人在这个假日期间，那可以来做一些欣赏所以今天特别来参加他的夏日音乐会，那跟大林国中的整个才艺班做结合。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，那可以用学校的资源。那包括公所的能量，那创造出整个大林镇非常欢乐的日子。那大林的这个公园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优势，刚好是在市中心。那所以未来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强化它的相关儿童的游戏设施。那这部分我们会在努力。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的努力，包括徐友江。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可以把大林镇变成是一个慢城。是一个欢乐的城市。虽然凌晨落起大雨，但是夏日享乐的活动正式开始时，已经是大日头的好天气。由镇长徐友江、大拿国中校长简淑玲率领大中管乐基队采节进行节开序幕。伊公所嘛伫会场撒出大拿夏季农特产推广市集，由社区还有大拿青农摆摊来展售。大拿热天上强的蔬果特产，包括竹笋、往来、蜂蜜、黄栀子、粉桂冰等等，拢广受欢迎。谢谢新闻陈先生，大拿店采访报道。请按钮启动。嘉义科学园区是整个台湾科技产业链的布局，那我们很高兴。嘉义在整个台湾的科技的产业链终于占有一席之地，未来这边会有很多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，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，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一定也会带动周遭的所有的商业发展，包括带来新的商业的消费模式，所以嘉义即将要做很大的一个整体空间性的一个改变，它不只是带动嘉义的发展，也是嘉义跟世界连结的很重要的窗口。规个嘉义的发展，吼，伫咱的欧丹良院长的努力拍拼坚持之下，吼，咱实在是真正愈来愈好嘉义有一个真好的未来。拜托核定到开始动土，吼，一年三个月。现在开始吼，那开始动土的时阵吼，我较早拢是吼动土好，水电拢好，他来进驻厂商，唔是，即马厂商含动土的时阵，得工作哩吧，安尼的时阵，发展会较紧，政府一定认真拍拼，互咱家己会愈来愈好。这真的很危险，对啊，然后这真的很危险哎，学长，不是你，是他。
行经吴浩志路口要减速慢行，注意标志标线，该停该让，不能马虎。没有标志标线，少线道要让多线道。吴浩志路口依规定停让，多多注意，安全有保障。吴浩志也可以很安全哦。